今天赚了多少钱吗？你饭吃了没呀？我接了一单大活，还能干一个星期啊。什么活呀？咋白天都成这个样子了，累不累啊？人家还是日结，老婆给你干这活累不累呀？等活干完了给你买个连衣裙去，咱们就要今年最火的那一款。我问你呢，你干这活累不累呀？今年的天这么热，再干上半个月，咱们家也装个空调，到时候晚上你就不会被热的睡不着觉了。你咋这么急人呀？你干的是什么活累不累呀？人家老婆有的，我的老婆必须也得有。累不累呀？老婆啊，不累，也就是给人家煤厂扛扛袋子，装装煤。不去了，腰上刚好，你不知道吗？那煤一袋也没多重，累不着我的。珊珊，我就想让你过上好日子，但我没啥本事，可我有的是力气。你别去了。我就想多给你挣点钱。我不要你这么辛苦的挣钱。